那么我们手里拿的这个瑜伽砖呢，给它放在你的正前方。好，同时我们去转动我们的胯部，往左侧预备走，一。好，这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右侧肩膀会有一个怎么样，因为我们的右侧的胸腔再去往前张，那么同时我们的肩膀要找一个往后靠住，保证你手上拿的这块砖呢是一个一直正对着镜子这个方向的。我们每一次在拧转的时候，对抗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肩膀和我们胸腔的位置，我们感觉是胸腔再去往前撑，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肩膀要有一个自觉的去一个往后拉住，保证我们的这个上身还是在一个正面的位置。那么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拧转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对抗，而不是去顺的去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没有对抗的，完全是一个整体的再去转动。比如说我要往左边去拧转，第一个保证你的这个拿的这个道具我们是正对的前面的方向。好，我去往左边拧转，那看到没有，我的右侧肩膀有一个拉扯住，胸腔去往前，肩膀给一个有一个向后自然去保持的力量，维持住的力量。 OK， 第一个保证你的这个拿的这个道具我们是正对的前面的方向。好，我去往左边拧转，那看到没有，我的右侧肩膀有一个拉扯住，胸腔去往前，肩膀给一个有一个向后自然去保持的力量，维持住的力量。